第一场继续作响，继续作响，一样是顺基恩、安珀还有史莱克。那对面的话是顺老鹰，老鹰，顺老鹰，我傻眼，老鹰，顺老鹰。基本上这个这边是顺弹射，哇，这个拳脚很另类耶，哇，敢每次都这样耶，让我惊艳。哇，这边直接喷烂。倒烂，蛋蛋要倒吗？蛋蛋回来了，连奶回来。哇，没办法，没哇，刚刚空掉攻击，残血没收掉。这边哇，出了老鹰，我很压抑耶。那么又入了修斗响，又入方阵，基本上出安破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见，然后也是比较稳的一个选角方式。哦，出弹射的话，弹射打安珀是有一定好打的程度的，因为你弹安珀这个东西就是安珀这个角色就是怕跌回血的角色。对。而且先没办法，老鹰其实也是打不到东西啊。对啊，对上仙人掌，如果你出安珀、啊，有陷阱放出来了，哦，终于可以放出来了。但要看是打到人吗？应该是做不了事，差太多了。对。哇、欸！我抓到，抓到！哇！又是吉恩五。哇！哎、欸，哇，晕到，又晕到，他开配件，那结束了，哇，那结束，哇，这个吉恩直接凯瑞，哇操，哎，被抓到很亏耶，哇，这个 FILN， 哇，这个战犯了，杀掉，哎，又爆开，但吃不了，这个回不了家了，不算战犯吗？回不了家。好、哦，这边开，哇，这边抓到，又抓到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厉害，再抓，哎、欸，这个自动攻击打到旁边的仙人掌，哎、欸，这在干嘛？这在逼人，站站站来，要不要给个倒站？他现在不敢给，他不敢给，不敢给了啊、哦，不敢给啊，站来了逼人，对，要死了啦，白痴，倒了，烦嘞、欸，快快结束啦，妈臭小将，好啦，这边恭喜我们本来就应该快要已经可以赢的小将这组获胜。好，这边选角没有换，哦，双方一样，哇，还是选老鹰的、欸，哇，他终于打赢了，当然这边是当然赢了，漂亮。哦、小将真的是很猛，要说猛吗？我觉得就是第二把有弹回来吧，我这边直接又抓到，哇，这空大，哇。回血回来，哇，这个弹，这边老鹰，老鹰拉进来，我这样子好一点，哦，收掉，你这胖子倒了，拉进来，哎、欸、，CS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支持把那个草烧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啊，先烧不是，先烧比较优势更大啊，嗯，玩破就是为这个，他可能只玩 Spike， 对啊，为什么他打不玩 Spike？ 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倒不跟这个换。对啊，安珀这个角色应该都可以驾驭，应该要对啊，应该要他玩史莱克抓过来吗？没有，啊，他那个没有视角，没事。我们前面虽然是红方赢哦，但是现在宝石数还是以蓝方领先很多啊。哦，再蓝五个弹，我要抓吗？抓吗？没有抓，抓掉。啊，倒了，这样可以抓了，可以。要往前，往前先。像红方吉恩不确定，对方吉恩有没有大招，我现在确定。往前压，好，对，现在六比六。好、哦，是输了十瓶，抓抓抓到，抓到，靠，哦、这很极限呢。但是你这胖子啊，史莱克没有啦，你这胖子小鹰打史莱克劣势啊。哇，倒，哇，倒，吃回来，吃回来，这个四颗就好，这个四颗就好了。耶，哦 ，yes， 不是史莱克王吗？怎么不玩史莱克？他想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也会玩其他角色。对啊，他比较框，他不要被我们框限在一个框架里面。限住。我就问你要不要换角色，你的胖子。他真的该换了，老鹰真的没什么用。刚老鹰上一把也是因为也应该抓到啊。对，早该换。看你打仙人掌打成那样，打那么痛苦，现在开个配件你就吃死了。真的是这样？哎、啊，蛋蛋来，蛋蛋换乌鸦的乌鸦，嗯，乌鸦也可以。哦，这边哇、哦，这边有他这个攻击三下有送到了，哇。刚刚那次的攻击，吉恩，红方这边被压回来了。
李这胖子的大招一直没有出来的话，他们丢是真的很难。有啊，他已经丢了，丢在家里。是吧？丢在家里啊，但是太慢了。对，人家丢这么后面，他才的话，除非他忘记，他有可能忘记吗？我要缓了，但还是死。有办法吗？他们会忘记吗？阿科巴比会忘记了吗？你会害怕？你是忘记了？还他有没有想起来？我操，忘记！啊，笑死！说的这么明显，你还忘记？干！你是忘记了？还是害怕想起了？他想起来了！笑死！这个失误啊！哎 ，Hello， 哇，看又踩了、啊，怎么又踩到啊？奇怪，你们要不要先？我是觉得要不要先踩掉？这个不要再中了，这个不要再中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再中了啦！我操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不要跟我讲老鹰是好 pick 哦，我真的会爆炸哦。哇操！看，感觉哇一直丢丢哎哇，现在到了八比八了，感觉会抓一个，感觉会抓一个，抓乌鸦也可以。抓乌鸦，往前拉！大雪没了，大雪没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大雪没了。乌鸦，小娇娇想跳了吗？没有。嗯，然后想跳，他想跳。烧到！要跳了。被抓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打。哇，那颗没吃到。为什么那一颗不吃？对啊，没吃到。游戏不就结束了吗？对啊，他那颗没吃到。不用不用，算好了，他算好了。这样子。那也退不了。没有，刚刚不会平手吧？不会平手啊，但是也退不了啊。刚刚吃的也是退不了，也是11-9，也退不了。一二啊，没有抓，啊有抓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抓、欸？抓，哇，刚刚那个抓，哇，刚那个其实不抓，应该也是刚刚为什么要抓？我说蓝方抓的更不好啊，他又踩陷阱了啦，又踩陷阱。哎、欸啊，你们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不要再玩了哦！会不会逆转？嗯，我觉得是不会。好、啊、了，没了，应该是他有大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乌鸦如果等下跳去送我，随便打。他跳了，果然跳了。看，给我打到妈倒数十秒钟。没想到，对啊，两个老鹰竟然赢了。我傻眼、欸、真的是傻眼哎、欸！竟然可以一踩小队最不怕的就是老鹰这只角色，竟然可以一踩再踩、欸。